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一座有着7000年文化的历史名城，一个连通世界的巨部大港，一个众教奉学的文明之都。历史的脚步踏进1983年，人杰地灵的港城出现了一所新的高校，宁波高等专科学校。这是宁波市政府举办的宁波人自己的工程院校。学校从创立到发展10几年间，一个又一个奇迹让世人惊叹。当年建校，当年开学，学生走读不包分配，牵手德国合作办学，奋发有为，成为全国示范性高专。这些今天看似普普通通，当年是何其难能可为。没有艰苦创业的精神，没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没有放眼世界的视野，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是无法创造和收获这些精神与物质共辉的财富。有人说，有梦想才有未来。前行中的宁波高专，梦想是什么？强身健体，升格本科。这个梦想在2004年实现了。经教育部批准，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宁波工程学院，学校开始了本科教育的新征程。有人说，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那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旦抓牢，就会成为进步的阶梯。2010年，宁波工程学院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在全国1003所工程院校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首批实施高校，一举站到了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前沿。这是一所讲实求精、虚怀若谷的高校，这是一所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高校。立足地方，服务全国，放眼世界，是这所学校始终不渝的追求和无比神圣的使命。在奋发图强的30年里，他始终把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奉为己任，在服务中争贡献，在贡献中展作为，在作为中迎发展。一所大学的成功与否，除了看他的学术水平以外，还需要看他对当地社会做出的贡献。服务社会是宁波工程学院的永远的使命和任务。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宁波工程学院着眼于励精图治，那么在新世纪，他们关注的便是发展腾飞。他们用勤奋催生进取，由追求激励创新，以开拓推进发展，形成了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服务兴校的办学理念。创造了合格加特色的办学标准，实施了双合作发展战略，探索出知行合一、双合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丰满自己的羽毛，不断坚硬腾飞的翅膀。提高教育质量是这所学校不变的主题，由此滋生的措施和办法一个比一个有力过硬。321教学质量工程、5+5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持续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教学改革的深入与教学质量的提升。2008年，以优秀成绩通过学士学位授予权评估，学校本科专业增加到32个，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考研率及录取率逐年递增，宁波工程学院的名字在社会上愈发响亮。学高为师，德品先行，树专业精，协作创新，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知行合一，与时俱进。这32字是宁工教师完成教书育人使命与实现自我发展的行为准则。学校倾力实施巨婴100和育婴100计划，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使人才强校有了雄厚的基础。与国际国内名校大所合作，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双合作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提升学校内涵质量的同时，提高了服务发展的契合度与贡献度，服务兴校硕果累累。2012年，学校主动把握杭州湾新区汽车产业发展需要，与同济大学及德国大学共建中中外合作的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学校与镇海区等县市区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与3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建了一批工程中心、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学校与太原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实施全面合作，与中国社科院共建港口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和国际港口物流研究中心。拥有国际视野是宁波工程学院与生俱来的品格，学校和20多个国家地区30多所院校建立友好关系，并签署校际合作协议，接收国际留学生100余名。2011年，学校与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4+0合作项目会计学专业正式开班，学生无需出国就能同时获得中美双方学士学位。在引进海外优秀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学校又启动海外境外实习计划，更多的宁工学子获得了赴世界各地专业顶尖领域实习的机会。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宁波工程学院一直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主体，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两翼的学生工作格局，创新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开展，团队化管理、项目化运作、学分化考核的创新模式，使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科技创新等活动把知识内化为能力，拓展了成长成才的途径。学生课外学术创新活动、主题教育活动花开四季，姹紫嫣红，集体与个人赢得荣誉数量递增，级次提升。学校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圆了学生一个又一个创业梦想。鲜花烂漫处，更见党旗红，宁波工程学院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三促三带新思路践行了创新争优的庄严承诺，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学校建设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学校坚持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推行校务公开，支持群团、党派和学生组织履行职能，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学校连续7年获得省级平安校园称号，师生们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愉快地学习生活。几十年栉风沐雨，数十载呕心沥血，从宁波工程学院走出的万余名毕业生遍布神州大地、五湖四海，他们在政界、在商界、在工程技术界
用忠诚和智慧的彩底，把城市、农村、道路、桥梁、工商企业等描画得如此壮丽，如此辉煌。宁波工程学院必须抓住机遇，与时俱进，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向特色鲜明、服务地方、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工程技术大学目标迈进。几代接力开拓，几辈薪火相传，今日的宁波工程学院正在着沉甸甸的历史和金灿灿的使命阔步向前，向前。